金平力拼2020，台下支持者高喊“总统好”，更齐声歌唱“快乐出航”。不过自己身上始终被贴着蓝皮绿骨标签，让王金平忍不住动怒。说蓝皮绿骨，我说去你的！我说为蓝皮绿骨，我是蓝皮台骨，但是是汉魂台骨。王金平放言两岸合作，主张先安内再攘外。不过吴敦义却抛出国民党执政，两岸朝签署和平协议努力，被网友骂翻卖台。中国国民党的政府，执政的政府就有权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，洽签两岸和平协议。蓝营太阳个个都想跟中国合作，但是分寸拿捏要靠多近，标准各自落差。而韩国瑜抛出的你侬我侬，却被质疑难登大雅之堂，甚至被说还在想2020。这是跟记者在聊天，记者私底下在问你选不选，我跟他开玩笑 ，to be or not to be， 我就走了。2020选战逼近，国民党的两岸路线至今分歧，恐怕还很难拟出真正的共识。三立新闻田仁强、陈彦豪台北报道。